你可以，远一点，远一点，太爆了，对，好，深情的看着呢。哎，怎么灯没效果？灯肯定效果，有效果。好，OK。哇，情深深雨蒙蒙。啊，你能不能拍个多角度的？那翻来覆去就是一个角度，没办法，专业啊。行行行，不用，不好意思，这样不好意思，劳烦大师。这是原因，这个主题我们没谱，知道吧？所以还是让你来拍，我是随便。我操，太亮了，太亮了，侧一点。好，不用，可以，我降一下 ISO 吧。我低一点了。好了，好，来，好，投这边一点。好。好，这边。啊，这里。绳子就留着，没事啊，就田园嘛，田园有这个篱笆很正常。它有个篱笆很正常。好，再来这边。好，可以。灯啊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啊，三，哇，最后一个。好，往正前方看一眼。哎，对，这角度很好，最后。又有个人在那。脚再伸长一点点，再起来一点，别踩到脚，稍微长一点，这样两个脚不在一个高度，两个膝盖不在一个高度就可以了。好，看地上的花。不许动啊！Good. 我靠，这个有点拽哦。Yeah.